将军大人，怎么办？我们追了两天一夜了，他们拉着那么多庞贝，怎么连个人影都看不着？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难道我们又上当了？ 我们起初追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拉着很重的篷背，所以车辙一直很深。可是你看现在，车辙印怎么会越来越浅？可那么多的篷背，他们不用马车拉，莫非他们把篷背分散了，分头跑了？不会，士兵们背着那么多的篷背，怎么可能有我们骑马跑得快？ 可是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或许他们走水路了。你说对了，我们一直追的是空车，可是水路比汉路近一半，我们想要追上可就难了。再难也要追上，我一定要把篷贝追回来。上马，诺。 喝酒来，来，九黎大人，我看咱还是别喝了，咱们赶紧出发吧。怕什么？让他们的骑兵追空车去吧！啊，放心吧，九黎大人神机妙算，他们就是捆扎木牌也追不上咱们。有了这些篷贝，再加上燕山洞的储备。 咱就是坐在山洞里喝酒吃肉，这愚顺也奈何不了咱们呐！啊，有西南的山水天险，咱们就是拖，也能把愚顺拖垮。退一万步说，他们就是打进山洞，咱们从几个出口一跑，进入深山老林，他们连影子都找不到。等他们一退兵，咱们聚合起来，又是一支大军。<笑>西南不是西北，也不是丹水。 咱的显山恶水能抵他10万雄兵。等到了遗言，我让那些部落首领死心塌地的为我卖命，这可不容易啊！方风氏，咱们走着瞧，啊！喝酒，来来，喝来干！ 对了，这雨儿啊，派人来报，他找到了九黎在燕山上的秘密山洞，而且还找到了秘密的出口。师弟，既然已经找到了秘密山洞，那我们率大军打过去不就完了吗？不行，高瑶大人，这个山洞出口很小，如果我们进去了被封堵了怎么办？而且，我们不能确定这里面只有一个出口。 万一九黎他们跑到了山上去，我们再要找他可就难了。真是件麻烦事啊！想当初咱们打丹水、战共工，可都是一场痛痛快快的恶战呢。可是对付这个九黎，想打一场恶仗，都找不到战场啊。所以啊，当初有苗氏平定九黎，付出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九黎现在更加狡猾，是个很难对付的敌人。是啊，这仗打多了，人就自然变得狡猾了。哦，师弟啊，商军刚才派人回来报，说九黎已经改走水路，他们堵到的是几辆空车。如果在陆地上堵不住九黎，再想抓他，那可就难了。 如果让九黎躲进了这个山洞，那他可就如鱼得水了。所以啊，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进到这个山洞里去。来来来，快下来！怎么这么多士兵啊？看来这条路是走不了了。雨哥哥，我们已经找到这么多洞口了，要不先回去吧？ 可是我觉得奇怪的是，咱们找了十几个出口，哪个都太小。
不像能出入千军万马的，正面有个大洞口吧，可那里很难攻进去，这可怎么办？先回去再说吧。也只能这样了。哎，走吧。哎，盛国，你的脚能走吗？不能。 上来吧，走。福佑大人，多亏了你啊，我们的箭伤已经大好了。哎，这雨和圣姑怎么还不回来？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应该马上去找他们呀。哎，你们看，好像过来一队人马。 好像是我们的人马，那不是商君和你的儿子吉光吗？对，吉光，走，看看去。走走。商君大人，商君大人，这就是福佑大人，不是他出手相救，我们都没命了。福佑大人。 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哎呀，我这不是来了吗？父亲，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好，由福佑大人的神药，我们已经无大碍了。商君大人，你来得挺急呀。九黎抢走了仓里所有的彭贝，连夜往宜岩方向逃跑。我们一路赶过来，半路中了他的计，他突然改走水路，我没办法走水路追赶，只好走旱路来追击。对了，舜帝率领大军。 正在赶来的路上，好，走，咱们到宜岩。走走。于哥哥，你可真机智。哎，这也没什么。你累不累啊？哎，不累，没事。哎，我唱首山歌给你听吧。哎呀，这可使不得呀！你一唱歌，把九黎的人给招来了，可就不好了。 圣姑，阿爹，孩子，啊，你这脚怎么了？啊，我的脚崴了。哎呦，那快让爹看看，啊，我看看。哎呦，怎么也不小心点儿啊，真是。嗯，阿爹，宇哥哥背着我，就跟没背东西一样，他的力气可大了呢。宇哥哥，你真了不起。 嗨，这也没什么，多年治水磨练出来了。哎呀，圣姑啊，嗯，你这脚没啥事儿啊，别让雨背着了啊，自己走。阿爹，我脚还疼呢。哎呀，再坚持一会儿嘛。宇哥哥，你背我。哎呀，再坚持一会儿嘛。宇哥哥，你背我。哎，别别别别，这背我。这可不好，这。你背着我嘛，我脚还疼呢。好了，都回去议事吧。 诺，哎呦，真拿你没办法。舜帝，前几日。 抓到了九黎的几个俘虏，听他们说，他们在附近的一些大部落
把那些大首领的家眷和子女抓到山洞作为人质，还逼迫这些首领跟咱们拼命。父亲，要当真如此，我们正面是九黎，背面是西南众首领，那我们可真是腹背受敌。不管怎么说，此一战不能拖下去，因为咱们缺粮草，那是大麻烦。九黎拖得起，而我们拖不起。是啊，还有更麻烦的事情。西南地势险恶，许多林木涧水都有毒物瘴气，加上蚊虫肆虐，疫病时常流行。有时候啊，一场疫病能够让十几个部落的人都死光了。雨儿，谈谈你的想法。我还没想好。顺帝，我想让福佑大人陪我回趟老家，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想出解决九黎麻烦的更好的法子。玉儿，你切记，不管想出什么法子，摆什么样的战阵，只准降服九黎，尽量不要伤害到其他人的性命。诺。父亲，彭贝是从我看管的苍林里被偷走的，九黎又是从我手里跑掉的，这一仗让我去打。好，君儿，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指挥这一仗。诺。将军，你怎么不高兴呢？九黎抢了彭贝苍林，这不能怪你，这都是他谋划了好久的事情。母亲，不是为这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呀？就不能跟我说说？母亲，你也知道，我心里装的全是圣姑。我去找福佑说说不就行了吗？哎，别别别，母亲。可是我看见圣姑跟雨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心里不痛快。是你多心了，我这就去找福佑。哎哎，母亲，你千万别去。如果圣姑真的喜欢上雨，咱们再去找福佑，岂不是自讨没趣吗？不会吧，雨儿已经有了女娇，而且还有了儿子，虽说再找个姑娘也不算什么，可女娇在家苦苦等了他多年，玉儿不会这么做的。没事，母亲。啊，我这个事儿，千万别跟父亲说。我知道，眼下又是一场恶战，怎么能让你父亲为这事儿分心呢？别多想啊。圣姑，商君，有事吗？你知道吗？我要带兵打仗了，顺帝让我指挥打九黎。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在说这件事情，你可真厉害。圣姑，我对你有个要求。什么事？你说吧。你能不能来陪着我？你有那么多首领陪着你，我能干什么？其实也不用你干什么。我就是想天天看着你。我有什么好看的？再说了，雨哥哥马上就要去北川了，他不认识路，我跟阿爹还要给他带路呢。
雨去北川有你阿爹陪着就行了，你何必又去呢？再说了，这里的地形你比我更熟悉，你留下来也许还真的能帮上大忙啊。你要是真觉得我有用，那我就留下来。真的？嗯，走了。我和雨哥哥已经在附近看过好多次了，那个山洞上面有许多出奇的洞口，我觉得你能攻到山洞前放火就已经不容易了。雨哥哥跟我说，在山洞前放火能不能把九黎从洞里逼出来还不一定呢。走，换个地方说话。你知道吗？雨哥哥跟我说。你怎么老是一口一个雨哥哥？怎么了？不叫雨哥哥叫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商君哥哥？在我们这儿叫谁哥哥就是心里有他的意思。心里有他不一定嫁给他。还有些部落啊，如果一个姑娘心里没有这个男人了，可以随时的离开他。啊，那怎么行呢？是啊，心里没有他了，当然可以离开他了。那你呢？我也是啊，心里有谁就跟谁，没有他我就离开他，干嘛要跟一个心里没有的男人过一辈子呢？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想让他心里的那个女人一辈子都跟着他，就要不断地做出让这个女孩子欢喜的事情，那这个男人不就越来越有本事了吗？说得在理，真的，想征服一个好姑娘的心比征服天下还难。圣姑，嗯，你是个爽快的姑娘，我想问你，你心里放得下我吗？你把这场仗打赢了，我就把你放在心里。你说的，我一定把这场仗打赢，让你把我放在心里。从山下到洞口只有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路可走，无论我带多少人马只能由这条狭窄的小路行进，一旦九黎在这里设伏弓箭手，我们只能成为他的活靶子。不过我和圣姑从高处勘察地形的时候发现，在他的洞口有很大一片柴帐，所以我想我还是去走这条小路，只不过走到我们可以射箭的地方便停下来，然后用火箭点燃这堆柴帐。嗯，好主意。柴帐一着，洞口势必大乱，我趁机领兵攻进洞口，然后多带些干柴柴火对洞内发起火攻，九黎一定会逃出洞外，此时舜帝领兵在洞外设伏，如此我攻击洞内，舜帝在洞外堵击九黎，这样我们前后夹击，一定可以将九黎围堵在包围之中。舜帝，九黎带着他们抢来的彭贝没有进水洞。刚才我去河边查看，他们在那儿喝酒呢。商君，你即刻带着大家去围歼九黎，绝不能让他进入水洞。诺。齐光，走。诺。舜帝，我去帮帮圣君。好。你们先出去吧。诺。诺。面对唐尧的在天之灵，虞舜在考虑禹和商君谁是更合适的接班人，虞舜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唐尧攻天下样式的禅位到底能否改变？或许唐尧禅位于异姓的做法是出于自己儿子们或不孝或无能的一种无奈，
但唐尧禅位于异族东夷人士虞舜的做法，又表明唐尧攻天下的思想是彻底的。虞舜陷入两难之间，只能让对九黎之战的结果做出裁决。虞舜率领军队包围了水洞，可老子偏偏不去水洞啊！你果然让虞舜中了圈套。哎，可是这几十天了，咱们给各部首领发了武器、粮食和彭贝，可他们谁也没去打虞舜啊。看来不让他们见见血，还真不知道老子的厉害。我早有安排。九黎大人，你吩咐的事情办完了，我们抓了众首领的家眷，只要他们不去攻打虞舜，就每天杀一个。好。虞舜有什么动静？他们准备集合，好像正在准备要进攻。让他们来吧！啊，老子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不对劲，九黎就带了这么些人，有什么不对劲？这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机会。今天我定要活捉九黎。诺。老九，上去。大人，你怎么来了？顺帝不放心，让我来帮你。用不着。就九黎这么几个虾兵蟹将，今天我一定拿下他们。慢着，你先别冲动，小心有诈。哎呀，有什么诈？大人，你怎么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这场仗我一定要赢。你要是害怕，不用跟着我来。上。上。九黎，跑啊！我倒要看看你今天究竟能跑到哪儿去。商君，这可是你自找的。我让你再也看不见明天的太阳。那是什么？商君，小心！快撤！出发！是为了我才，是我上了九黎的当，我退兵，退兵，父亲，我一定要为叔父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九黎。激光在，跟我走。诺，站住！明日一早，退兵。
商君这杯酒是敬你的，你为我丢了性命，是商君对不住你。不过商君发誓，我一定用九黎的脑袋来祭奠你。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喝闷酒，来看看你。你看我干什么？我不放心你。哎，尚君哥哥，别喝那么多酒，对身体不好。听说是九黎扣押附近一些大部落首领子女，逼迫他们来打仗。九黎，九黎，又是九黎！传我命令，整装出发！报！什么事儿？顺帝有令，让我们天亮就退兵。顺帝说什么？顺帝有令，让我们天亮就退兵。滚！商君哥哥，你没事吧？没事。虞舜败了，我早就说过，这里不是龙口，啊，也不是丹水，要想消灭我们，啊！九黎大人，禹和高尧在福佑的带领下去了汶川和北川，听说在那里闹得还挺欢，咱不可不防啊。是啊。汶川是福佑的地盘，北川是禹他母亲的老家。要是这两个地方和咱们作对，西南就少了半个天下，是个麻烦事儿啊。禹舜用兵如神，他退兵退到何处，咱们也不清楚。这样，方风氏，
你带领人马去汶川和北川，趁他们立足未稳，消灭雨和高尧。吴志奇，你带领人去监视虞舜的动向。我在遗言守着山洞，只要咱们山洞不丢，他就奈何不了咱们。父亲，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是我就是想不通，九黎没杀，我们为什么要急着退兵？难道秦穆公大人就白死了吗？君儿，有些事情你以后慢慢就会懂。是啊，在你心里我什么都不懂。父亲，我没脸跟你们回去了，反正雨也离开了汶川，高尧大人也不能在此久居，你就把我丢在这儿吧。也好，不过你要记住，犯错并不可怕，但同样的错我不希望你再犯第二次。圣姑，这里的事情办完了，我该走了。我想跟你去看看天下。这可不行，你父亲年纪大了，他离不开你。我跟阿爹说过了，阿爹说只要你答应，就让我跟你走，也去为天下做点事情。这真是福佑大人说的？嗯。这样，容我想想。舜帝派人来传话，让商君来接替我的事情，等他来了我就走，到时候再说。伯夷大人告诉我，说你和商君哥哥都是共主的人选。这不是我该想的事情。伯夷大人他还说，说商君哥哥喜欢我，非要娶我不可。当真？他自己喝醉的时候也这么说过。哦，要这么说，我可不能带你走了。为什么？这里边事情太大，一时也跟你说不清楚。可我想……你不用想，留在这里也能为天下做事情，就这么定了。福佑大人，各位，久等了。商君大人，一路奔波辛苦了。哎，高尧大人呢？哦，高尧大人半路碰见了熟人，多喝了几杯，他随后就到。雨，听舜帝说，龙口分红已经成功了，让你回去检验，顺道去看看女娇和儿子。一晃都快四年了。女娇可是天天在望夫石上等着你啊。是啊，我把事情安排好就走。圣姑，商君大人第一次来，你带领他看看我们的营寨和山水。圣姑，带我去看看。好吧。商君大人请。走。哎呀，来有心氏部落的路上啊，见到了几个老友，我们喝了几杯。哎，不过没有贪杯啊，毕竟还有重要的大事嘛。哎，哎呀，福佑大人，我这次来怎么没有看到部落的首领啊？他最后一次与防风氏打仗的时候战死了。哦，眼下部落的人公推雨做首领。哎呦，真是可惜呀。不过呀，雨当不了首领，
他马上就要到龙口去了，啊，这个首领啊，还是另请他人吧。这我早就想好了，让福佑大人当首领，大家都会拥护他。啊，现在治水的计划已经规划好了，福佑大人领着大家干，不会有问题的。嘿嘿，雨啊，你是越来越聪明了啊！你的那些治水的办法，舜帝和那些州牧官员都很赞同啊。高瑶大人过奖了。不过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你听听看。哎，我在想，咱们以后治水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果全按照由联盟发放物资和彭贝的方式，这样恐怕咱们根本治不起天下治水。所以，用当地的人工和物产，解决当地的治水之需。用当地的治水队伍来稳定当地的秩序，这样既解决了水患，稳定了秩序，同时又促进了当地的生产，这是一举而三得呀。哎，嘿嘿，这个法子好。哎，治水到哪里，哪里就应该稳定，哪里就应该发展，哪里就应该富足。福佑大人，你说是不是啊？是啊，大首领不愧为共主的人选啊。福佑大人，万万不可再提共主二字。高瑶大人啊，舜帝让福佑大人和商君大人同去龙口，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上古神话中，都有滔天洪水吞噬人类的故事。面对巨大的洪水，国外的神话多是用建造方舟或躲避高山的方法逃过灭顶之灾，唯独古中国的尧舜禹三王，在统一天下的同时，调集天下之力与洪水抗争，以罕见的巨大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去主动治理洪水。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淀，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骄傲。天神在上，如今龙口分洪成功，使汲水下游的水患大为减轻，长江上游的治理工程也即将开始。按照禹的治水方法，治水一地，安定一地，富裕一地，这两大源头的治理，揭开的不仅仅是治理天下之水的工程，更是这治理天下的伟业。所以，今日我在龙口宣布，从即日起，禹摄政天下。天神保佑，保佑禹治水成功，保佑我们天下太平，民众安康。天下太平，民众安康。舜帝啊，禹能当这个摄政军，真是来之不易啊。嗯，在对九黎的决战前夕，我向着老共主的在天之灵默祷，让商君去指挥决战，让禹儿去治水，谁要是能成功了，我就将这摄政军一职交给谁。可是后来商君失败了，而禹儿却在治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执政能力和气概将无人能比。你们说说，我不把这天下交给这样的人，我还能交给谁？嗯，是公天下还是私天下，这可是老共主想了一辈子的事情。既然老共主能把地位舍弃子女而传给我，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把这天下交给一个能够惊天伟地的异姓之人。舜帝的决定圣明，我等心服口服。
顺帝，前面不远处就是涂山氏部落了，咱们也是时候和摄政军分道了。雨儿，过来。顺帝，有何吩咐？雨儿，前面不远就是涂山氏部落了，我看正好你回家看看。还有，你这次去汶川还有北川，只管分洪治水就好，切记不要惊动九黎。诺。报。顺帝，桐柏山急报，一个叫吴之奇的九黎部将在桐柏山滥杀治水民夫，毁坏治水工程。那神徒玉垒呢？那吴之奇力大惊人，神徒和玉垒都打不过他。远古的部落隐隐篝火，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夕阳天高歌，长影在我，燃情将天地涂抹。蜿蜒的阡陌，百家耕作，蓝遍天下方士，泱泱大国。谁策马一额，四海在我，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所以登峰乱几座，古色奏一曲山河，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泛舟看向诸般国，山巅撒旦爱直播，万川之约